林苑要开始搭鹰架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us。今天我们要来这里分享什么呢？这里就是麦克田园的凉亭，叫做麦克亭。上面的屋顶这些竹子都坏掉了，要换成仿木材料。所以现在师傅是要来吊鹰架，这边鹰架你看，刚刚从货车这里拉下来。分布在四周，准备搭架。是的，又是冻着，你可能也是刷一下，可以移一下，移15公分。对呀对呀，移得动吗？像我这个同款，转用转的方式，来扶着扶着，转一下，哦，来，来一点，来一点，来一点，快一点点了，还有溜啊，还有溜啊，再一点点。确定 OK， 哦，这个倒掉，来了，来呀，来，你又关了。六，哥哥，来我
有这里有这里。看看去，要交换，这个等一下门口要打开。OK。扣住。对，等下这个拉杆要拆掉了哦，拉杆会拆掉。应该这样打才对。OK。这样就可以防止它跑出去。老板，这一格都几米？100吧，哦，100吧，六尺就对了，哈、哦，比较好算。那每个都要吊水平的哈。那你以前那些很强壮的那些男人呢？都各自跑。真的、啊？是自己去创业了？不知道。还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工程？哦，对啊，所以你。换新的训练，对，换新的训练，从头来比较快。要训练了，那怎么办？对，要新人哦。对啊，不然没有人。嗯，对，的确是这样，缺工哈，到处都缺工。嗯。抓好跟旁边的距离多少？哪里？这个、啊。看屋檐啊，距离20公分啊，就要20。好。这个，这个就是音架的底部支撑，然后可以微调高度到准确的位置。音架微调器，然后这个是音架的打叉的安全护栏，打叉的。OK， 然后这每一格是从这里到这里是180公分，6尺长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就是180的板子，彩板，空中彩板。哦，来看一下，这每一个扣损都是打这样就可以拆下来。哦，啊，这样自己垂下来就关住了，等于安全销了。哟，是啊，是我们要正大安装台。好，这边都扣紧。藏起来比较不会跑掉哈。好，先绑起来。好。直的、横的就不会跑了。这什么扣件呢？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师傅用这个。
做什么呢？这是手铐吗？搭到第一层的营架 ，OK。哦，强壮的男人，就被三根了。哦，厉害厉害。他叫那么难。等一下就是把这个架上去，上去就有踩的平台了。架第二层的双手架高法。这是支柱哈，对啊，调啊，还可以微调哈，对，调整座，调高度，对，调高度。这是安全锁哦，对，这样它就不会突然跑掉。对啊，安全的，对，安全的。哦，所以你垂直、横的、直的都要水平哦。对。哦，安尼嘛足顶劲的。我不多不会。讲开一条。不然不行哦。这么低是不会啊，但是越来越高就越来越危险。我再微调。调到它刚好哦。对。水珠在中央的。对。所以要做好当然要很有耐心的，就慢慢玩啊。我们搭到这个火龙果的旁边。我去搭一些架，看看。嗯，可以搭。但是那技工螺丝，全部都是那没有，我们锁锁那个样，那个高等，那种锁的。拆下来的。哦，哎、欸，螺丝没生锈哎。都没有。哎，但是你拿锁到十分钟了。对啊。棉花钉呢？拿锁一下。棉花钉，然后两寸半的。对。哦。这是拆下来的结果，哦。好，
这个就是烂掉了。对啊，你看它钉，我们上次钉的梅花钉，哦，有没有？哦。然后两寸的，两寸半的，哦，一模一样的钉，啊，钉子还没坏，还可以回收。对啊，可以继续用。我还拿那个。哎，这钉子可以回收用的。当然了。我还拿那个吸铁钉呢，我想说惨了，掉下来会不会掉很多啊？这个北梯亚可能吸不住。你看还很轻呢，北梯亚不容易吸。不是，那个吸铁钉那一只可能吸不起来。对，差不多吸掉了，你看，去抓到。不行。它都可以烤肉用。我来示范一下，九阴白骨爪。你看，都碎掉了。对，光。对，难怪要换了，哦，因为这个都碎掉了。我内力很凶哦，你看，两只头要。它只有拆屋顶嘛，那个驾驶员要拆吗？驾驶没有，驾驶要拆。木头都要拆，木头都要拆。哎，这我们看车上看有麻布袋，新的麻布袋，我在玉米这层还有。哦，对啊。你问他放在哪里啊？他们这好不好可以烤肉用？我跟你讲。那他们要用吗？是啊，你看，先装啊，那老板又没有讲，这些旧衣只能回收啊，旧衣人家不用，旧衣他们还可以做，这直接都要拿去，整只的哈，哦，它是整只锁上去哦，对啊，不是半破半，哦，整只破，它是裂开了，裂开的，它整只摆上去的，对，没有裂开。原来它的屋顶是整只木头放上去，然后用那个梅花钉两寸半的不锈钢锁。哎呀，嘎嘎拢烂去啊！竹子都烂掉了。对啊，那十几年，20年了。啊，有20年了。十几年，差不多了。哦。那也蛮耐的，耐那么久，哦，很耐啊，都经不起日月的摧残。看看那边，来了推车来，再去，哦，这个叶子是有那种可以烤窑、可以烧柴的，那这个还可以回收去烧柴。不浪费。现在扛架子都是用人力的，哦，因为这里车子不好进来。哦，我把音架放在旁边，准备要搭架用。接下来音架已经搭到旁边这里来了，搭到这个火龙果上方了。这就是火龙果。
次扛三块铁板，鹰架铁板的功法，背着，然后手套戴好，扛上腰，然后走路。师傅的扛鹰架功法，好，这边已经拆掉一些屋顶，都是这些很轻很脆的废料，可以拿去当柴烧。城已经完成了，要安全绳索扣好。那这也是麦克田园，那个良田，从板包拆一角起来看到哈，它的构造木料都打横放，哈，这个应该是两寸，不一寸两，一寸寸里来哈。都是两公分半、五公分到六公分的这个料哈，这个也是哈，它都全部打横放，看它跟着这个构件，等于跟着我们这斜瓦的两边哈，它有一根料是直直上，啊，这个全部用梅花六角内六角螺丝锁着哈，梅花内六角螺丝锁着哈，啊，这根料是延伸出来，所以等于这一段，这一段是悬背的啦，悬背的概念哈，这一段是悬背的概念，整个过去哈。它这个是直接螺丝就拱在那个凸点，螺丝拱在那个浪板的凸点上面哈。它这个浪板看起来颜色是新新的哈，目前看到是还新的，它是这个形状感觉是好像都老掉了，这都老掉了。目前那个构造是这样，它每一个都是。这是用外六角螺丝锁的哈，外六角锁啊，那个锁在上面都是用那个梅花钉啊，六那个梅花内六角的钉子锁的啊，这样概念是这样来的。这边钉子翘尾在锁这个帽子，这帽子是要用风枪钉钉的，半边风枪钉的啊，这样看。你看这来，好来，看看看这块来。这也是拆掉了哈，所以是一二三四五，等于这一项要七支横向的木头是锁在梁上面的，但是它这有一根是错的啊，他把这个螺丝直接钉在这个平的地方，就会造成漏水啊，这个大概整排钉子是这样子。那六层楼是这样的。OK， 好，以上先做这个记录哈，再跟大家做分享。这是麦克庭园目前施工过程中拆掉的现况哈，我们看一下。啊，后面看到的现况哈，它等于。两个块哈，它那个屋檐两边都有直料收边哈，它这一个是每一处都是七处的收边，你看最屋脊上面一根哈，屋脊上面一根哈，第二根哈，第三四五六七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连屋檐这个第七根了哈，那最后悬背的部分，它是利用这一段打横料。出来哈，因为它利用两倍三超三倍长的关联锁在坡峰上面哈，再来底下竹子，你看再固定在下面，好，它最后啊，我们最后再用这个横梁串住哈，那竹子就是锁在。
这根料的下面，好，这样看清楚吗？它每一根都是用白铁的施工模式，削尾施工模式。那这个的作用呢，就是我们做安全那个要做安全扣用的，啊，这一根哈，就是我这个身上这个安全扣，安全扣这是要扣这个，肯定要扣这个用的，啊 ，OK。现在这个是我们。那个屋顶哈，原来的那个竹子拆掉后的现况哈，那看一下，这个是正面哈，这是正面哈，这个是面对正面，这个是我们从这边看建筑这样讲角度一样哈，才比较好看。这是左边哈，这个是后面，我现在是站在屋脊上。在屋顶上面哈，这个是右边哈，整个板子拆掉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哈，都是从屋脊往下看哈。那像我们做的这个哈，这就是安全措施啊，我们用防坠器哈，那个安全扣就扣在这个横杆上面哈，不然它现在。说屋顶那么斜，工作上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啊。这个是整体上的一个考量哈。那我们看一下屋顶板屋脊的现况哈。这一根以前是留作那个给工作人员绑用的啦，但是这个旁边这都已经有破洞了哈，旁边有破洞哈。那我们看一下。这个是现况，我们这是背后的状况啊，我们慢一点看啊，那个这个上面的竹子都还要再扫过啊，这个是右边啊，这边是右边啊，这个是大包啊，那个浪板的包板的部分啊，这是右边。每一个入口，我们都有一片板子可以进入哈，啊，每一个入口都有一片板子，因为那个距离太远了哈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屋顶哈，它的一些浪板的现况是如何哈？蛮斜的哈，我们看一下这实际况哈，基本上钉孔啊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原本包竹子的地方啊，那现在这个实际况，因为以前有竹子包住还好，但是这个应该讲板边哈，它也有钉，这都其实。已经生锈了哈，我们那个木材拔掉后哈，它钉孔的地方，它旁边有固定，有的没固定哈，这个板子摸起来粉粉的，啊，这个漆好不好上哈，这里有木条的地方底下就有西型钢可以锁。但是这种地方，它经过高温再次攻压的这个板哈，就算换过地方，这周边本来就比较容易脆化了，啊，所以耐用度我们比较不敢去看哈。那我来看看这边哈，这个是来到屋顶这边哈，那当时的包角是。屋脊比较高哈，这两边折了一个角下来哈，做一个包板的概念哈。
东八板金矿都是这样子的，金矿基本上都锈的，都生锈的了。这个大致要清一下，好，我们把细节再看一下。OK。像我们今天的阴架搭架的工程分享到此了，拜拜。